平川说炼境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难得的比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英飞最近难得一见用人组打的一场 1v1 对抗。最近一阵子，盖哥举办了一个魔兽线下邀请比赛啊，叫 Star War， 邀请了目前最顶尖的魔兽职业选手参加线下比赛。哈，这对于魔兽选手来说相当不容易啊，终于有一个线下比赛了。英飞对于这次比赛也是非常重视啊，大概率他会用人组参加比赛，因为最近他用人组疯狂的在欧服天梯训练啊，这也是三年难得一见的情况啊。最近三四年英飞基本上就是用兽族暗夜不死族是吧，就是不用人组。好，这一次他终于要拿出人组来了。本场对抗是他在欧服天梯的一场训练赛，地图选择是 LR 最后的避难所，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人组ID 英飞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啊，红色的兽族 ID Fly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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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y 百分百。Fly 的话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啊，在线下的比赛啊，他会打得非常非常的有冲劲。好，本场对抗只是一场训练赛，我们看看双方的一个发挥。英飞选择的是大法师的一个首发，大法师加上步兵。另外一边选择的是先知哦，大概率是先知配猎头了啊。那我们看一下最近英飞这个人组怎么玩。好，开局的话两个人就斗智斗勇，英飞开局想练这个六级石头人，那 Fly 的话也是预测到了一个小苦工过来捣乱。好嘞，明明有没有敲？哇，这一波他没有练，他只是抢了一个黄皮，完美，抢一个黄皮然后练这个点。先知你敢过来骚扰我，我有一个黄皮在，那我可以驱散你的狼，这样的话人族面对先知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啊。好，那这一边的话弗莱先选择先练，把你的点给练了。英飞表示练我的点，好，过来驱散一头狼，装备装备。好，还是被先知给拿到。哦呦，突然来了一个围杀，哇，这一波英飞小口子全部堵住，先知被迫交 TP。啊，英飞这个人族感觉依然还是很犀利啊！开局的话，无论是这个布局还是操作，确实还不错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英飞后面的一个选择啦。大法师开局加五公爪，然后逼迫先知交了一个 TP。那开局的话，弗莱非常的亏啊！这一波交了一个 TP， 先知状态打没了，幸好打了个恢复药水啊，可以稍微恢复一下。哦呦，先知这里走位小心，千万不要被野怪打断了一下自己的一个药膏。哦呦，看到野怪往这边走，先知赶紧扭屁股，别打我，别打我。好，英飞把先知赶跑之后，终于可以放心大胆的练自己的雇佣兵。那练完雇佣兵，大法师离三级那就很近了啊，三级一到就直接可以去兽族家里骚扰一波。好，这边打了一个抗魔，抗魔对于大法师来说作用的话打兽族也还行，如果对手是先知配牛头，大法师有个抗魔在，还可以稍微的扛一下对手的一个伤害。好，大法师到三级，要不直接进攻吧。大法师到三，二级大水源，先知现在是勉强到二级，二点二级。大法师要不要继续上？身上的话最好能买一个鞋子啊，鞋子后面追杀这边残血的猎头非常的方便。好，大法师过来买的是一个贵族头环，他把抗魔给卖了。抗魔确实对于大法师来说作用还是大后期比较有用。那现在前期是吧，这个钱比较的需要花，赶紧把这个道具给卖了。好，三级大法师例行过来骚扰，这一级大法师练级效率确实快呀。回来赶紧回家回防一下，我猎头数量这么多你也敢来弄我。福特曼升好了顶盾，那福特曼一升好顶盾完全就不怕猎头。这里回来的话要反围杀对手一次，你围杀我，我也想围杀你。这里大法师的话比较灵活，没有围杀到。那这边拆你地洞了，哦哟，回来的话关键时刻这地洞被拆，地洞一拆暴兵节奏就断了啊，暴兵节奏一断很影响自己后续的一个发挥。好，顶盾福特曼你戳戳戳戳半天戳得不怎么动啊，还是靠先知的狼来打。那这一边的话后排又有一个黄皮，两个黄皮，因为又买了两个黄皮，那有黄皮在，因为你的狼后面想打我大法师难度有点大。黄皮先给自己大法师加加血，后面的话驱散一下对手一个狼。这一波弗莱的话依然还在卡人口，二本好了但是人口卡住了，这很难受啊，关键时刻二英雄出不来。那人族二英雄选择的是山丘，我这一局英飞这个节奏相当相当的完美。弗莱的话真的是打得相当愚昧啊，
一开始去抓对手，这没想到对手是吧留了一手。那现在的话是关键时刻，二英雄出不来。好，先知来贴个加速，我必须把你的绿皮给干掉。biu biu biu， 终于干掉。那另外一边的话，黄皮赶紧走。大法师要不要交 TP？ 猎头我戳，卡位卡位卡位，可以。这个操作非常细。哇，这一局火星撞地球啊！那这一波的话 ，TP 之后，山丘即将走出祭坛。家里的话好像没有造商店，没有造商店，看看有没有黄皮再买一个。好，不用买，两个黄皮回家，赶紧给大法师满上。这一边的话，山丘出来，来赶紧练，看看这里能不能打一个治疗神符，打个治疗神符就贼舒服了。后来这一边我们看看人口有没有爆出来哈，人口终于够了，木头稍微的有点缺啊，木头有点缺，木头够了之后赶紧出二英雄，二英雄选择的是牛头，鹰肥这一边。继续把自己的角色给提起来啊，主要是山丘的等级打的是一个生命石，还行。那鹰匪这边还是要出这个商店啊，因为你不出商店的话出不了破法，只能出男女巫，破法的话需要商店，所以的话还是要把商店给补上。好嘞，大法师这一波的话是 3.8 级，即将到4，山丘马上到2。那大法师有到4级，意味着有二级光环，法师部队就不愁没有魔法值了。这一波的话弗莱要赶紧练啊，由于二英雄出来的比较晚，所以经验值大部分被先知给吃掉。牛头出来啊，什么时候练到3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好，奇迹黑胖子勾出来卡住，完美练级套路，完美十字围杀，经典的十字围杀。现在弗莱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猎头啊，这个状态怎么补回来啊，打了一个勇气头盔，忽悠这个先知相当的肉啊，都是肉状。好嘞，大法师四级，买了一个鞋子，买了贵族头环，来一路练。这边的话再把这个五级蓝胖子给解决出来的话，狼也来了，牛头出来了，牛头一技能剩的是光环，牛头表示不要抢我的点啊，我要练这个点到2。鹰飞表示这个节奏必须提起来，不能让你安心练级了。来五级蓝胖子鹿死谁手，闪电链一强还是被先知给拿掉。这波牛头肉砖，先知的肉砖全部给了牛头，一阶牛头但是很肉。好，这边一个锤先把大技给解决一下，这一集两个人的节奏都非常的快。那鹰飞来了啊，要开始进攻了，不能打大后期，打大后期你牛头等级起来后法师部队完全站不住。好，山丘一个锤，身上的话还有一个血牌血石。这一波双方都没有 TP， 鹰飞的话好民兵敲出来，来来来战斗了啊，关键时候造点塔。那现在这一波过来之后，女巫兽的数量稍微的有点少。好，来了，刚说少啊，两个就来了。那这一局看看能不能买个群补，有条件有群补就好啊，有群补的话后面遇到对方的一个 AOE 伤害可以立马把它给补回来。先知继续闪电链，我们就看一下牛头到二级之后他会升什么技能。哦，牛头就走不了了。哇，鹰匪这个团战，这看似打团战，他突然之间他就围你英雄。好，牛头冲锋陷阵冲得太快了，完了，二英雄阵亡，对方的二英雄升到了三级。这一波山丘来一个二级的敲地板，猎头这个小身板完全扛不住啊，怎么办？弗莱的话要兵败如山倒了。来来来，看能不能在自己的主场作战啊，稍微守一守。鹰匪已经开始转破法了，破法不怕你的闪电链。好，鹰匪倒是没有盲目上头进攻，那现在就压着你，把你的点给练完，让你无点可练，是吧？现在弗莱有一个大的问题啊，就二英雄出来复活出来之后，这个等级怎么起来啊？这等级起不来，这很难打。好嘞，两个人的话又在这里互相纠缠，闪电链一交啊，基本就靠闪电链冲击波来打。可惜牛头还没有到二，山丘巧克力板这边的话，哦呦，弗莱粗中有细啊，团战的过程中还不忘反补了自己的一个狼骑。大法师4.6级啦，哇，这一局即将到5。那英雄等级的话，这边弗莱的话落后有点多。牛头出来了，但是牛头出来的话是光环，没有控制技能。山丘有无敌，有血石，不怕。虽然走位很嚣张啊，但是他有这个本钱。山丘过去敲一下猎头，猎头，猎头，哇，敲一下猎头，血石吃掉。这边猎头都残血了，大法师要不要一个一个去打收割？水元素一招，弗莱退无可退啊，已经退到自己的主矿家门口了，怎么办？家里这一局钱太缺了啊，城防没有去升，后面再转点科多。鹰匪打得很稳啊，没有盲目冲进去。
法师部队还是比较的脆啊，尤其遇见这个地洞的一个攻击。大师四连七级，山丘的话 3.5，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五级蓝胖子能出一个什么好的装备了。山丘在大法师旁边辉煌光环的效果非常明显啊，魔法值这恢复的确实很快。好，蝌蚪出来之后吞过破法我走。这一边五级蓝胖子还在，人口的话49-38，丁飞的话领先了将近11人口。狼抓出来，南巫有没有生好驱散啊？哎，驱散一下狼解决。牛头牛头好像又要走了，牛头现在山丘有锤，哎呀，一级牛头再一次倒下，腿了呀，打了半天这瘦子没有拿到一点经验值。好，山丘马上要到四级了，大法师马上到五级了，英雄等级差距非常的大，先知看能不能到五，靠五级先知。在这一步的话，哎，瘦子部队越打越少越打越少，狼骑又掉掉一个。水源奏五级大法师，三级打水源吗？三级打水源太猛了，山丘马上也要到四级，五四的等级打四幺，我这一局出来的话就是一个走位不小心被围杀之后，这一局的话胜负已定。好嘞，那只能够在里面继续归宿一下牛头，看能不能水源奏的经验值吃到啊，没有，看能不能吃到二级。这边好，五级的蓝胖子还是念念不忘啊，念念不忘，先把他给整了。这一波山丘小心小心，山丘的话身上没有什么保命道具了啊。哥多这个破法有点消化不良，消化了半天还没有消化掉。这一期弗莱的话，哎，弗莱的话被压得太难受，经济影响也很大，没有驱散能力。现在你没有驱散能力，这三级大水源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好，突然之间又想杀英雄，先知贴个加速跑。一丝血，一丝血，四滴血，先知跑了，很极限。这一边看看山丘的话，随时等你过来啊！一水下去，先知就走远了。好，先知走走走走。山丘，要不锤一下牛头？好，隐身，完了，这隐身，先知瑟瑟发抖，锤出来，血瓶满了，没有机会吃掉。那先知倒下，弗莱的话打出奇迹，我们恭喜英飞啊！这一集来看的话，英飞这个战术大局观方面还是很强啊。好，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